迎一下老爷子啊，老爷子在这坐半天了，欢迎一下。哎，赵老，赵老请坐。是从赵锦哲几岁的时候开始，你就给他决定要走上这条路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就刚才梁老师讲了，其实除了他自己本身想个人辽宁拿冠军以外，还有一个辽宁情节，因为我当时是辽宁足球队的球迷，后来这种情况是什么？就是我跟他这么讲的，我说你的父母工资收入少，或者你的父母穷，但是你不能不管叫妈爸爸妈妈，所以总是有这种辽宁情节，坚持在辽宁这样下去。对，而且呢，老爷子对赵振铎的那种爱、那种关怀，那在全院都是出了名的。当时我父亲呢，就基本上风雨无阻的，就是接送，因为那时候走训嘛，太小了，没有住校。所以很让这些大院的所有的其他项目教练包括这些院长感动，就是在这个下雪天那么冷的天，就在一个躲在墙角里，为了把这个牛奶啊不让它凉啊，完了之后放在自己咖喱锅里，完了之后练完之后第一时间塞嘴里，还有点体温哈，对，热的那种。其实我每回回想你这些事情，我不管是我感动，包括我现在的所有的其他项目老教练都知道我父亲，